我当然想家了，啊，这个我希望能够早点回到我家，我的妻子、我的母亲都是在国内的嘛。 因为我非常爱自己这个国家，是吧？这应该是我那个很大的竞争之作，是吧？我也就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多人都像我一样，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，能够保持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尊严，就有个快快活活的人。好，面积太大了，占面积了。今天的两个。因为奥巴马不是中国的总统，他是美国的总统。 不能跟中国的人权问题都压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一再是这个观点，就是中国人权问题还是靠中国人自己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。 这远远比我尖锐的，我尖锐的被人放在小号里边，我还是很平淡的追下来，所以我们应该以这种力量，因为我们很自信嘛。 回国，并不表示呢我对勇敢，而表明了我对中国发展的信心，表明着我对中国宪法法律的信心，也表明着我对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这个信心。